欣赏完一场精彩的冠军赛之后，下面是我们两位技术力之间的对决，各位看好下面这场单打比赛。现在先有请来自香港 HKWF 身高171，体重83公斤的华人之光 Jasonlee。Thank you.
Go!
Yeah.
抽烟以外。